对这个病人要不要做肺移植，时刻不知道做肺移植，肺移植中间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肺移植以后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们都详细的一个讨论了。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对每个病人都是100分的努力。这是一个任何时候一个作为一个医护工作者不可以忘记的一个初心和使命。